丁安安，居末的战争哦，你说居末的，我想居末是什么？秋云轩安安，廖静雅安安，哇塞，PYYU YIU 安安，L 白色 L 就是牛奶，还有谁？哎、欸，那个我抢到那个果干啊！我想说真的不难抢啊，只是可能睡过头没有滑到 FB 错过讯息吧。那时候那个阿嬷就说什么11点整点那个什么果干开卖，然后我一点开之后是他就出售15包啊，我下完单之后又点，大概2分钟过了点回去看还剩8包，我想说。会难抢吗？我就在那边想，这怎么办？What happened？这样子，然后这两个敲掉，然后这样子，哒啦，完美。兔子的啦，那个小兔子在给兔子吃，不是给点点吃哦，是给兔子吃的。那因为上次我就有抢到，他说那个超难抢的，然后点点也说那个真的不好抢。我说，哇，那它限量是，它是有限量的，我看一下哦，1、2、3、4、5个，它是有限量。啊，那我还把人家那个，我想说那个应该很。剩很多，那就一次买了2包，然后直接不给人家，不给其他人买的机会。总觉得每次看起来都怪怪的。哎咻！哦，是这样子啦。不行，这下面好丑。谁在旁边乱啦？被隔离了，这边感觉要压一下子呢，这边补一下好了，搬砖还那么多。好准，还好吧，就那样而已啊。只是再远一点，就真的是运气了。有时候真的是远到已经他快不见了，那种就真的射不到了。而且不知道不是伺服器的问题，每次玩那个王国歼灭啊，就觉得
怎么好像明明角度是对的，就是射不太到。所以通常王国歼灭，我真的很不喜欢拿弓箭，就是很怕。OK，那公鸭小，你们是在开车？你们是不是在开车？这样子，OK。我好想你。简讯给你，我好想你。每次见面以前的事情，就是好想你。哇哇，好了，没事了。不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家。然后跟你们讲，这个要干嘛？这个要放这边，放不了。糟糕！我靠边呐、啊！每次小心脏都被吓了一下，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好恐怖哦。哇哦哦哦！像这种就很难射啦，中了。像这个就很棒啦，就任我摆布欸，超棒，好玩，这游戏真好玩。都补石砖，这上面又踩得上去，就很霸气呀！看哦，小要怎么补？这样子。好，他们这个上不来，大概吧。我有击退吗？没有啊。来试试看哦，一二，嘿，哎、欸、屁嘞，啊，那我知道了，这个不能放这里。要放这里。里，啊，这个上不来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挖掉这一个，好了，让他们升怪。来，再试试看。啊，
不是你啦。好，一二。赛啦！我跟我想的不一样。哎，啊，这个不能盖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哇，尴尬加丢脸，天哪，这样子啦，好啦，相信我啦，这样子不会再有了啦。这样子再上来的话，就只能上来了啦，我真的不能讲什么了。好，就这样子了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 ，Round Three。哎，不是啊，龙跟史莱姆掉下去算谁的啊？无论晴天还是下雨，都好想好想你。嘿，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为什么可以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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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吗？我觉得很好笑哎，等一下啦，好了，这样子没问题了。第几次了？第四次了。笑屁哟、哦！谁会想得到他们那么聪明？啊，死了！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没怪了，没有怪了，这个扔掉了。坐梯子吗？一、二，哎、欸，怎么就好了、哦？三。没有八。这个没有用哦，没有吓到我。我后悔把手机开到对方耳边了，抱歉。呜呼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，我怎么少放了那一块呀、啊？感谢艾罗塔。我跟你讲，这不算是果干的钱哦，因为我果干是不收钱的，你这样子不行哦。
我想说，你以前送布布那么多东西，啊，果干的钱就换我还给你这样子。哎咻，有了有了，又开始了又开始，来猜这次会不会真的追到底？来，我觉得这次真的不会了，相信我。好摸一下。好啦，这次不可能再上来了啦。急到的不算哦，急到的不算哦。哎 不可以挤，不可以挤。哇，对呢，会挤吼。天啊，这如果剪出精华，我觉得好丢脸哦。我们要盖出重重的跑道啊！我想到了，他如果既然……算了，当我没有讲话。这都没怪啦，金剑，啪啦！还是把上面这样补起来啊，这样就真的是绝对防御了哎、欸，个头啦！天哪、啊，什么绝对防御啊？我在讲什么、啊？这样子啦，也不行啊，这好像挤得进来。嗯，怎么感觉我在当小丑啊？别怪了啦，我这样子。对，绝对防御不了的绝对防御。说得好，先把你干掉。哈！挤 不上来了哈！啊，好啦，真的不能嚣张。还是该打的还是要打。怎么都生猪人啦？哇！我的老天鹅啊，看看这个量！我的老天鹅啊，我是不是该放个熔炉在这边啊？然后啊，没木头，我回去拿。49分应该来得及吧？你那种叫按了电铃就跑好吗？什么那些熊孩子？地板门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要的话，你要在底下放那个啦，那个叫什么？木栅栏。然后通常有栅栏，那个栅栏上面再有个那个地毯还是什么，怪也是进不来的。不就是他们会推挤，推挤就会把它挤进来。所以我刚刚就是在试说有没有办法，就是就用推挤也进不来的。这样我大可也可以在那个啊，
我周围围一圈那个嘛，铁轨。我也不缺金吼，这些金烧也是变金币而已啊，有需要吗？好了，反正有烈焰感可以打，烈焰感就是燃料。推挤这不能平面高于两格，对啊，所以我在他头上加那个啊天花板，可是。啊，头上加天花板，可是就是重点是我怕我顶到啊，你懂吗？就是谁？感谢范江真的支持，感谢你。我身上一直都没带木头欸，天哪，该带木头了。秋桃。奇怪，我都没有散的木头吗？都被我弄掉了吗？要带漏斗过去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带个三个漏斗过去，三，然后箱子带一二三，一。四个，那再来鹅卵石、熔炉，感谢范香真的50颗星星，感谢你。好了，小丑要再次出发了，Go Go！好多猪，不是猪肉啦，好多腐肉哦。52分啊！地板门，地板门，地板门，这里8个，2个巧克力色的地板门，再来，这样子，好，我们这次绝对成功。今天阿米狗啊，8点啊，还有3分钟，不不不不，还有7分钟。可以啦，刚刚都在做效果，刚刚那个效果突然人气冲到快70，那现在变回50，你看就是不好笑了，不好笑人就跑了，所以现在要再做一些好笑的效果。那身上好满哦。这个换这个换这个换这个，好，Go Go Go！低于一格半不行，不是你要想一下哦，也要方便我逃进去好吗？我要逃进去至少要1.5格高，我按蹲下也比较好进去啊。这样我一开始做1.5格高就好了啊，我就是要让我好进去，而且不用蹲下来。不然你跑步跑到一半突然这样，蹲一下，这样子吗？不对啊，对不对？Hello，石剑烧下去会变成石头吗？哎呦，你走那么危险的位置，看他们都好危险哦！等一下，这样哦。他的头上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
一二三。满了，身上满了。然后熔炉，熔炉放置好了。漏斗这里，然后箱子放这里，漏斗接这里，感觉就不用。我的天，加高，不是。哦，你就是珍惜哟、哦！对不起，我叫了一下，抱歉。好，晚安。啊，你阿米狗不来看哦。好啦，晚安哦。祝你有个好梦，你再射一次试试看。这里，我胆，我躲，那小，这里，啊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好了，我们可以，然后可以放烈焰杆。好了，我们换游戏吧。在哪里？Amigo。真的，小雨好，每次跟我们啊，玩君莫的小雨对充局贴什么卡啊？充的时候那卡，个超卡。8.0你就会卡了，哦，哎，我可以进来，团团。8点就卡，直接哭，直接哭出来，一哭，一哭，一哭品质是很好。Gary Mode。啊，我的不知道为什么要重载中啊！你那个存在感觉要……哦，感觉有点你没有急先你那个应该会为什么全部人一起讲话，我一字跟一个字都听不懂？没有，我的是说你这个重载应该会很久，因为它档案很大。哦，这一边其实有点啊，假。对，我今天没有先可是打它开看游起来载戏。蛮快的，我卡住了。你还要载游戏坐在里没有，我们是面。对你卡住了，那你去死吧。那我打死你！天系吧，F3 是操控吗？观察者视角。哎，我可以看。波波所以你现在是卡个光头吗？哦，波波卡住了，但是卡的地方很神秘。拍摄你是中不是光头？你们可能会卡一下。好的。哎！我不希望他操控。哎！
你们在干嘛？哎，怎么样啊？嘲讽啊？哦哦，我啦，你干嘛？抱歉，我测没有啦，我测一下我有没有卡啦。好，连警察都看不出来。太久没。